很简单啊，再注意听哦。你怕你的老公有外遇，跟别的女人睡觉，怎么办？我讲的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啊，他们就问了。缅甸老和尚眼睛一开，说什么？送枕头给出家人睡，你老公就不会跟别的女人睡，有没有道理？非常符合道理啊。那有一位菩萨说腰酸背痛，打针吃药都没用。老和尚也是说，送枕头给出家人睡，出家人一睡好睡，你就不会腰酸背痛。这叫三宝力加持。那这里面很简单，不花半毛钱啊，很简单。所以如何帮被关在监狱的人提早出狱啊？是吧？送他的旧鞋子，送给别人穿，他就提早出来了。